嗨，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四重溪温泉季。今年2021年的四重溪温泉季呢，有别于去年的以桃花为主题，今年呢是以北国之春为主题，白色及樱粉色系灯饰铺设大面积。 梦幻灯海啊，搭配各式造型主题灯饰，营造出北国冬春交替之际的氛围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即日起到2022年的2月15号为止，车城跟牡丹的温泉呢都有灯饰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到车城。 跟牡丹的温泉区去看看，晚上跟白天是不一样的感觉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哦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